Coco，您好，我们又来了。各位听众，大家好，Jimmy，您好，我很高兴又有机会跟您合作了。好，那这一次也是详细护理，那我们就开始咯。好的，好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上面一起讲的话题。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发生长期护理需求的时候，通常在解决这个费用方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白卡。白卡呢，也就是政府的公共医疗补助。那公共医疗补助主要是给穷人跟低收入的保险，同时呢，非常严格的这个资产和收入的审核。中产阶级呢，一般都申请不到白卡，而且它还有一个遗产追回的法案，所以呢，它的隐患是比较多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解决长期护理支付的渠道呢，就是我们说，哎，那我们就靠自己存的钱吧。那这个存的钱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在退休之后我们不工作了，就是说明没有新的工作来源，这个时候呢，要靠存款、401K、退休账户、储蓄、投资、社保等等来维持我们的退休生活，还要再准备个几十万吧。来作为一个现金流，作为长期护理的不时之需，是一个特别不实际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的建议，至少对于大多数人要准备这么大的现金流是比较不实际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会建议大家考虑的是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赔。通过长期护理的保险，不管是传统型的，还是与其他保险绑定在一起的，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推荐。那像如果是传统型的保险的话，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呢，是它是消费型的，也就是说，您一旦购买这个保险，您需要一直支付保费，如果中断的话，已经支付的保费也是要不回来的，而且保费呢是一定会增长的。再来就是。如果人呢是 naturally 就是自然的过世的话，那这个保费就完全打了水漂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讲的长期护理保险的第二种，是与其他产品绑定在一起的混合型。那它结合年金或者人寿保险，在人活着的时候，如果有长期护理的需求，有一个保险的理赔。如果人过世了的话呢？那也没关系，那剩下没有用完的额度就给到孩子或者家人作为身故理赔。那种类呢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抽出四个例子和大家来分析分析。嗯，是的，是的，我记得上一次的节目，很多听众收听之后，我相信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就是看到这样的成本这么一大笔的钱，对我们的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压力。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买长期护理的话，那也有这么多产品，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呢？哇，这个话题一想起来就头痛了。还好有 Coco 您这位专家，而且是有长期护理认证资格的策划师，为我们来解答和分析。谢谢 Jimmy，是的，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鼓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在美国养老，大家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就是因为常常很多人会忽略的问题，就在于这个长期护理。那在分享实际的例子之前呢，我们会跟大家解释两个长期护理会涉及到的名词，一个叫 indemnity，第二个叫 reimbursement，我们直接看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呢，就是报销，是 reimbursement。也就是说，如果您的选择的产品是报销制的话，您要先贴钱，您支付之后拿好收据，然后给保险公司填一个报销的表格进行报销。相对来说，流程比较复杂，而且你自己要先垫钱，而且有可能如果理赔的过程中要是。比如说有什么争议啊，或者它不包含的项目啊，你支付过去的钱就不会拿得回来，报销不回来，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方便。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津贴，津贴呢就是说基本上在你符合长期护理需求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会按照你们当时保险合同里写定的额度，通常是你购买额度的2%一个月理赔。比如说您今天买的一个长期保险的理赔额度是100万，那按照2%一个月理赔的话呢，就是2万块钱一个月理赔给你。那这个钱呢，它是现金给到你的账户，它也不管你怎么用。你可以说我拿一部分去治病，拿一部分去享受，拿一部分去做别的，比如说公益啊或者什么，它都不管，也可以去旅游。所以呢，津贴的部分呢，是我们通常会建议的这个，我们通常会建议的这个保险理赔方式。那么吉米听了我的解释，如果有的选择，您会考虑哪一种理赔方式呢？假如我真的需要买长期护理的话呢，我就肯定选择这个津贴了啊，因为我会直接拿到钱，而且呢也不用管我怎么去用这笔钱，我只要符合资格，那就可以有钱拿，这个太简单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赔付方式是比较方便。那么保费是否会比较贵呢？其实没有，吉米，这个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津贴的理赔方式的保单就会比报销的理赔方式的保单贵一些。那等一下我们具体看我们的案例就知道了。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传统性长期护理的这个例子。所以现在呢，有一个50岁的女生，她是父母的保险在我们这里是红蓝卡。她来陪她父母 review 父母的保单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哎，自己好像应该考虑长期护理的保险，因为她那个时候才知道父母的红蓝卡 cover 长期护理只有100天，100天以后都要自费。她呢是单亲妈妈，她的预算呢大概是在500块钱以下。儿子呢是在读的医生，儿子也说如果毕业之后找到工作，可以继续帮她支付这个保费。所以就她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给她设计的就是一个传统型的，一个这个消费型的长期护理保险。50岁的女生，单身哈，然后呢每天呢她就是希望说在支付的过程中拿到350块一个月，最多呢拿350块一天，最多拿5年。但是呢在理赔之前，首先他的这个长期护理的需求要有90天的等待期，就是说确诊之后你还要90天等待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他的父母是他是考虑红蓝卡，他只 cover 100天，所以在等待期之后，也就是100天之后，他就会考虑用长期护理来这个支付长期护理的一些费用。所以呢，像这个女生50岁单身的年纪，她每年的保费大概是4132，对她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活多久付多久，所以她儿子承诺继续帮她付的话，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压力。可是我就跟她说了，如果您真的很顺利的活到了85岁，但是因为自然或者意外就身故了，也没用到长期护理，您这35年来支付了14万的保费，哎，就打水漂喽。哇，这个也太不划算了吧 ，Coco。本来我以为可以把本金留下来，来存给下一代。哦，原来连本金也没有了。对呀，对呀，所以其实像我们作为专业人士，除非这个是唯一适合您的产品，我们通常不建议这样传统型的产品。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我们10年前的手机好了，那个时候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做不了其他的功能，传个短信都很不方便。再到现在的手机，哎，我们既可以上网，可以发微信，可以导航，可以拍照、打电话、传短信、看 email， 就说明说产品呢，它是跟着时代在更新的。所以在你选择到底要购买什么样的产品之后，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一定要在有对比、有比较之后，来根据这个符合您需求的产品、符合您预算的产品来做一个选择。真的哈，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与时俱进一点的产品好吗 ,Coco? 好的好的。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客人 Samuel 的故事。Samuel 是艺名啊，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情况呢，他是一个跨国贸易公司的高管，
薪水是不错的，所以呢，他的太太也很幸福，是全职太太，并且在家里呢有两个宝宝。那他呢是有40万的房贷在美国，但是像他的情况呢，他主要的考量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万一真的意外身故，因为他要飞来飞去嘛，那家人至少有一个保障，可以还清房贷，同时呢在孩子们的生活和学费上做一个铺垫。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啊出个车祸就瘫痪在床，他没办法工作，但是人也没走掉，他这个时候比较需要的就是他家里的现金流，他等于需要一个家庭收入来源的补充或者替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帮他设计的产品就可以提供他每个月大概20000块左右的这个就是现金流。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我们讲的这个是和人寿保险和其他类型保险搭配在一起的混合型产品。OK， 所以这个感觉其实很不错哈，既有家庭保护，还有长期护理的支出来源，比刚才那个津贴好很多了哈。那么价格方面，如果一位50岁的男生要买这样的计划，费用大概是多少呢？好的，那因为我们公司实际上是代理上百家产品，但是因为 Samuel 最后选的是 AIG 公司的产品，所以我们用这个AIG 公司的产品来做一个介绍。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guarantee 的，就是是保证的，就是说他一旦交了这个钱，他的保险基本上就不就会根据这个保证走下去。第二个呢，它的保费呢大概是23000一年，付10年就是23万。在投保的第一天，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他只要交了这个保费，他有100万的身故理赔。同时呢，这个身故理赔就是按照10年交完保费的情况下，他是到他终身的，到他100岁的，是保证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就是会跟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呢。他的选择的公司是比较有名的 AIG， 同时呢，如果真的发现这个慢性疾病、重大疾病和末期疾病，他是有一个生前理赔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相对于是对号入座啊，对号他的需求入座这样一个产品来给到他。那他最后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也非常满意，他认为是很适合他的这个需求的。嗯，这样就真的是太棒了。您推荐的产品呢，都是符合客户的需求为主哈、啊，这就是 Coco 的专长。对了，那 Coco 您有很多红蓝卡的客户，他们的年纪固然比较年长一些，那么您有一些适合他们的产品可以给他们考虑吗？有的有的 ，Jimmy 问的问题都很好。那像这个年长一点的妈妈爸爸或者我们叫阿姨伯伯们，其实也有适合他们的产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 Chu 妈妈的故事。她是一位76岁的老人，她的孩子都很优秀，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德州，就是不在身边哈，是很可惜的。她呢早年就是在美国1980几年就移民来美国了，工作了一辈子，有一个50000块钱的退休账户，她是希望把这个退休账户利用起来，因为对她来讲这个退休账户可有可无。于是呢，他就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他想把这个50000块的美金利用起来啊，来考虑长期护理，因为毕竟他有家族的长寿基因，可能会活得比较大的年纪，但是万一有什么事情，他希望不要拖累孩子。于是呢，我就给他设计了一款产品，是 Lincoln 的这个 Money Guard 哈。他呢，作为76岁的女性，她一旦有什么事情的话呢，第一个。这50000块进到这个保险公司，他马上就会拥有一个更多于50000块的身故理赔。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过世的话，哈，哪怕第二年就过世的话，就是有61000的理赔给到孩子，那这个本身50000块就增值了。对一个76岁的老人来说，马上就增值了。同时，如果他真的需要长期护理的话，但这个就是 reimbursement 哈，是报销制的。他有一个102900块的
长期理赔的额度可以去报销，所以相对于把他的这个50000块 double 了。那这个产品呢，是通过跟他儿子女儿一起坐下来聊过之后呢，他们最后也是认可的，所以我们也就是为这个事情特别感恩。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哈、啊！对于76岁的年长者，您也有适合的产品，我猜整个申请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哈、啊。我们一起来代替邱妈妈再次感谢 Coco 好吗？谢谢谢谢吉米。其实这个邱妈妈的这个 case 花的过程是比较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76岁的老人他的这个身体条件肯定是不如年轻人那么好。那当然来说，看的医生他的医疗记录也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多得多。那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但是邱妈妈和我在签字接受保单的那一刻，我们俩都哭了。那时候真的是蛮触动的，就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虽然很辛苦，但是做的是一件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呢，也是我的工作使命所在。所以我常常都跟客人们说，我深信呢，专业的知识和服务方能守护每一个有需求的家庭。那多年在这个职业的经验呢，让我真的是见证了，只有未雨绸缪才能高枕无忧。所以呢，作为注册长期规划师注册长期护理规划师，我真的是想请大家再次的考虑一下，您和家人真的准备好了吗？好哇，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Coco 哈，我们您在这段时间呢毫无保留的分享和建议，那也希望各位听众们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联系我们Coco 哈、啊，注册长期护理策划师。谢谢吉米，谢谢吉米，也非常感谢您，真的是在这段时间，给予我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跟您的客人还有我们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再次感谢吉米的邀请。好，那我们下个话题，下一次见咯。好的，谢谢吉米，我们再见，拜拜，下次见，拜拜。好，拜拜。